你什么也别管啊！
刚才忽然间有很多鸟掉下来了，这块区域的底下肯定有大规模的异动，这里很可能是主地，调动所有人过来，他们可能出事儿，把这边清理一下，用雷达勘测一下下面的情况。 在这儿，用气弹把它炸开。一旦用气弹，四周的淤泥就会全部涌过来，出口只能坚持几分钟。第二次再炸的话，就要隔一天一夜。一般在海底封存的沉船或者地宫，里面一定有多多少少的沼气。沼气遇到明火会产生大爆炸。在此之前，我让人在这个地方勘测了一下空气的含量，里面确实有少量的沼气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用气弹。如果他们在下面已经出事了。 我们只有赌阵几十秒钟。张起灵和刘丧都在下面，他们经验丰富。炸之前先循环使用挖掘机敲击地面，用摩斯密码通知他们，我们要爆破。你是赌刘丧能听见？试试看吧。 怎么都出来了？别抽烟啊！我就是提个醒儿，这个藻精的浓度特别高，如果等它升上来，用不了十分钟，我们就会全身麻痹，窒息而死。十分钟？行业我再聪明，十分钟又不够用啊！小哥，小哥，快想办法！ 快想办法呀！来不及了，天妒英才呀！我们铁三角今天看来真是要 game over 了。胖子，你闭嘴！丧辈！是二叔，二叔，在哪儿呢？在上面，就咱们来了，他们准备要爆破了。 上来了，上来了，来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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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
哎呀，我想死你了！快叫吴邪，他为了救我掉下去了。小心！天真没上来，天真，天真。二叔，下面氧气耗尽，火很快就会灭，里面的东西不会损坏得太严重，得赶紧派人下去。已经回填了，等有技术的时候再下去挖掘。哎，考古队已经决定封存保护，这是对这个地宫最好的保护了，你别担心了。二叔，当年那海王地宫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先好好歇着吧，晚饭再聊。你们几个也收拾收拾啊，那走了。那个什么呀？哎，打住打住啊！你千万别跟我说那些肉麻的话，要不然我要掉一地的鸡皮疙瘩。啊，你的肺……刘总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肺的事儿，你不能告诉大家，听见没有？那个 A 高公主在闽南语里是哑巴公主的意思，你歇着吧，我先走了。追杀，哑巴无奈，只能折了一艘纸船，把女儿推向大海深处。最后一声惊雷过后，他的女儿变成了一种叫 A 告共助的怪物，终于杀死了皇帝，
自此，哑巴变得强大，到处征战，收敛财富，变成了雄踞一方的王。后来，当地居民为了纪念这位哑巴，把他的女儿叫做哑巴公主。这个老太婆现在在我们手上，你们不想她死的话，就拿我兄弟来换。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够了，够了，来来来，给他送吧，送吧。哎，托尼，看不出来戏不错啊。那是，刚才我要吓死了。哎，我这枪都要掉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老人家，吓着你了。我们这么做啊，只是希望可以换回我们的朋友。你放心，只要把人换回来，我们就会离开，你们就可以恢复你们原本的生活了。OK， 好，事不宜迟，明天上午我们跟对方交换人质。好，你们交换人质，我可不敢去，我要回家去了。你们这些疯子，你干嘛？我怕死。啊，哎，阿婆，陪我们演戏这么久，饿不饿？吃点东西吧。啊。你不要害怕，我们不是绑匪，我是来拍纪录片的，只是对村里的事情感兴趣。我也不能说话，我只是想帮你。谢谢。小事，你哥不在，我就代替他陪你坐一会儿吧。你没事吧？
休息够了，我们该干活了。你找的是哪段视频？找的是你骑在我肩上拍他们下葬那一段。 在干嘛？他们看起来是想从死人头骨里挖出什么东西。我没听过这样的风俗。他们想找的。 视频里的人表情来看，他们做这些事情是习以为常的，应该是村子里常年进行的一种仪式。而他们挖的东西，从光泽和颜色上判断，是某种金属。对了，问你个问题，你来这村子这么久，他们变哑的真正原因，你知不知道是什么？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遗传。 另一种是水土问题，但是水我已经检查过了。那检查结果呢？水没问题，另一种可能没办法验证。这次村民不配合，我也没办法。我听当地传说，他们村子里的人从孩童时代开始就是哑的。我也听过，而且我真的没有听到过任何人开口讲话。你问这个干嘛？ 这个哑巴村啊，从很早以前就都称哑巴了。我来这里16年了，没有人管他们。那有没有什么民间传说？这种村子应该有很多这种传说吧？传说倒是有很多。我之前不是跟你也说过吗？这村子里的人，只要一听见打雷，就会变哑。有人跟我说，这儿的人能听到上天讲话，所以只要一打雷，就让他们变哑。 这样，他们就没法把上天的声音传出去了。那除了这个传说，还有什么资讯啊？哎，你也是我带出来的。你来这村子这么久，收集的资讯应该不会只有这么一点吧？你进村子里没发现一件特别奇怪的事吗？什么？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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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我们村九爷，他们是什么人？好，这是我干爹，这是我干娘。他们是当地的地头蛇，经常来，只是想要点钱。 哎，干娘，保养的不错啊。 看不出来啊，你在这边还挺有市场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又让你破费了。对了，你刚才说的奇怪的事情是什么？你在村子里面有看到很小的孩子吗？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整个村子老人小孩都有，就是没有新生儿。我推断。 很小的孩子肯定全被他们藏起来了，而且藏起来原因就是因为很小的孩子会说话。很小的孩子会说话，说什么？你想啊，这些孩子能说什么？如果他们真的能听到上天的话，那他们说的可不是咱们可以听的。出来！ 快点儿，那儿坐。趁老子还有耐心，把村子的秘密全部说出来。你别怕，他是好人。不用跟他解释那么多。 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是不是？可以，瞧着这个，嗯，他脑子有病。啊！我们只是想帮你们解决你们变哑的问题，我没想到事情变得这么复杂，对不起啊。 村子的秘密就是这个吧？你们的村民会变哑，不是因为遗传，而是因为在脑子里装了这个东西，目的就是为了听雷。你们应该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给他们做的手术，但你们对小孩子都做出这种事情，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？阿婆。 你自己的孩子也做了这样的手术吗？他的头骨上有一个孔，里面嵌了东西。你看，这个金属片。
是后来镶嵌进去的。这人在幼年的时候啊，这头骨是还没有愈合的，这一定是有人通过手术，把这个金属簧片安在了他头骨的缝隙里，目的是让他头骨彻底无法愈合。这种做法会导致人失声吗？仅仅是钻孔，这还不能让人失声。不过，这个金属簧片确实是非常的奇怪。 它像一根钉子一样，插进人的头颅内。来，你看，这里有一个延伸，这个东西正好是插在了人脑的语言区域。如果是变哑的话，一定是这儿出了问题。这个技术非常厉害啊，它一定是通过精密的脑科手术才能完成的。 二叔，他们变哑的原因是因为头骨经过人刻意改造 ，X 光片我给你发过去了。地下河的入口我已经找到了，你那边怎么样？吴邪已经找到了。那接下来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既然他们认为在大脑里植入簧片可以听到雷声的秘密，我这里有一段雷声，你让他听听，也许能有所收获吧。 你们村子里的人在头上装这个东西，是不是跟雷声有关？你们到底是谁？我们在这里与世无争，你们为什么要来骚扰打探我们？不是我想来，是这个东西让我来的。这些雷声从哪儿来的？有人让我带给你听的。 我对你们没有恶意，也会帮你们保守秘密。事情结束之后，我就会离开。但在我离开之前，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，这雷声里的秘密到底是什么？和这段相同频率的雷声出现过两次，一次是在一盘磁带里，另外一次是在中国的湖中。 我曾经也听到过这段雷声。传说很多年前，我们的祖先是来自南海古国的方士。据说南海王有一个十分厉害的本事。 就是和天上的雷声沟通。为此，南海王命令我们的祖先到处寻找雷声密集的地方，要建听雷圣地。祖先循着雷声的指引，带领我们迁徙至此。
有活水溢出，再往下挖，便发现了地下河。祖先只身深入地下河，说地下河的尽头雷声密集，要我们世代守护此地，靠捕鱼生活。祖先还教大家在头顶打洞，放入黄片，据说可以连接天雷，但代价是人会变成哑巴。先走后，大家就在地下河上方修起神庙，每年祭拜。日复一日的听雷，并且守护这里。打孔听雷的习俗也延续至今。传说，如果不在头上打孔，放入黄片，就没有办法得到庇佑，得到丰收。地下河成了我们的圣地，外人不许进入，只有村里人才有寻找圣地的资格。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吴三省的人？哦，是，他是我爸，我正在找他。你知不知道他在哪里？他和我儿子一起到仙境去了，他们两个人现在都在天上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吴三省当年来到我们这里，也带着你手里的这段雷声，说是被雷声指引而来，来寻找仙境。前我儿子外出，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个中国人。这个人自称是吴三省，他说他也是被雷声吸引而来。喧哗世界的外面，飞扬沙满天，谁在路的终点等我？寻找呼唤的声线，一路上陌生的语言，往事埋下纪念，蓦然出现，牵绊着浮着我，顷刻大雨滂沱，那些曾存在的，藏在深海错落。当风吹来，我会回来，消失在世界以前最后的呐喊。
当风吹来，我会回来。是谁说天真有错？星辰无限，静谧而耀眼。谁在同的地点仰望？惊雷回荡在荒原，重复着昨日的画面。临别一句誓言，变成誓言。起伏荡落，像灿烂的花火，对慰藉的探索依然那么炽热。当风吹来，我会回来，消失在世界以前最后的那。世界以前。